了啦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2020年的8月26号星期三，也是我们爬西山的日子。路过滇池旁边的茶马花街，随手拍一下，看一看旅游恢复的情况。现在是下午的6:10，是生意的黄金时间。这里有一个地铁3号线终点站，就在这里，非常的方便。追是追不住，
好了，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这条街走完了，欢迎大家点赞、留言、关注，拜拜。